大家好，没错，又是我，一个觉得找游戏机是比玩游戏机更好玩的游戏的 boy。 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啊哈，进入第一关 day one。我的妈妈的，是找着了。经过了前两步之后呢，我觉得这个游戏找游戏机已经不重要了，主要是妈妈在哪，好吧。现在左边已经被我们清空了，再来看看这个沙发。这里没有。第一关总是这么的简单 clear。 好的，下一关。游戏机被放在了柜子上，这明显是要找个梯子嘛。看看梯子在不在柜子里。不在，那肯定就在这边。妈呀，你是有自闭症吗？总是把自己捂起来，就怕有人把你一屁股坐死啊！我把这个梯子放到这边来，爬上去。成功得到游戏机。Day three， 自闭患者又出现了，在窗帘后面。好，我们不拉开这边哈。看看这里。柜子里面没东西，总是没东西啊。等会儿这个树可以点的。好像也没什么卵用。抽屉没东西。有一个扫帚。明显是要把这里面的游戏机拨出来嘛。你看呢，如此的轻松，来捡起。又是新的一天。哇，我发现你了，妈妈，但是我不拆穿你，谁叫你有自闭症呢。我捡了好多书啊，反正最上面这一层咱们就不拿了啊。有点恐怖。一个坏掉的梯子，肯定不能踩是吗。那么我们就用书垫一脚。机智如我，获得游戏机。第五天呀，爷爷来了。想必我的游戏机就在你屁股底下吧，虽说不是熟能生巧，但也经验老道了，好吗？我把你点起来。没有什么反应。这有一盆花。妈妈绿了。咱们不管这盆植物啊，就在这待着好吗？这植物吗？有瓶可乐，是不是要给爷爷喝？话说爷爷能喝可乐吗？快喝，管你能不能喝。蹲，没用。再到这边来看一下。柜子里没东西。这边呢，曼妥斯。难道是要放到可乐里面吗？要喷发了，来，把爷爷给喷飞了。我的天，游戏机。不出我所料吧。 Sixth day。这里有一个柜子。鼓风机。好，到这边来看一下。只有三片树叶了吗？等一会儿，这有个眼睛。妈，这是个恐怖游戏吗？好恐怖啊，妈妈。我打算不吹你了好吗？我要吹落这三片叶子。吹不了。那这两片呢？可以吹的。我就知道都是套路好吗，看我戳瞎你。戳不瞎。得到游戏机就完事了。来看看第七天会有个啥呢。又是爷爷，还想喝可乐呢。这里是啥？ VR 眼镜。是不给他戴上。我拍了拍他，把他给吓飞了，还好没有上天啊。这里是不是有游戏机？那右边是啥？妈妈，你是忍者吗？Ninja Mother 是吗？这有钱包，什么情况？我早知道不就不拿这玩意了，你又被捕了呢。我拿我自家的钱包为什么要被抓？真是奇了怪了。我们再来一次哈，你莫愁。拍拍爷爷。爷爷起飞了。得到游戏机。下一关，冰箱和盘子。那这边呢？长颈鹿。我家挺高啊，还能养得起长颈鹿是吗？那这冰箱里有啥？胡萝卜和苹果。肯定是要喂长颈鹿的哈，放这儿。长颈鹿吃了，就完了。这边有东西吗？这个保险箱打不打得开？仿佛不行。再喂它个苹果。妈妈，你是泰山吗？怎么骑着长颈鹿就来了呢？那现在咋办？先喂个苹果试试看。把苹果放这。这个长颈鹿。我点了个什么东西下来。它一个触角被我拔了。我懂了，把这个东西放到保险箱这里。这全面的当做一个把手啊。打开之后得到游戏机。Day nine。一辆车。我家为什么可以停车啊？也不足为奇哈，长颈鹿都能养。那我能把这车开走吗？仿佛没有什么反应。这里有个屁字，说明它能停到这儿哈。但是我发现这个地方有异样。肯定是我的游戏机吧。右边看一下。一个抽屉。红色的油漆。我是不是要把它车子给划了？怎么样，快溜快。被抓住了。等会儿，这是我爸爸。既然不是画车，让我来看看哈，再画个什么地方呢？是不是个牌子？就画个叉，然后它就不能停了。赶紧开走一会儿贴罚单好吗？
压力十天。哇哦，一头公牛。哎，这牛能摸？我不能摸。我就知道，它被撞倒了。我们先看看这边。哦，一个洗衣机。哎，这里面有衣服可以拿出来吗？哦，等会儿，我觉得不能再拿了。好像发现一个妈妈头。如果把这个盖上，点这个按钮会怎么样？那我妈不会被洗死吗？哎，红布给爷爷。哎呀，爷爷被撞飞了。来，让我移开坐垫。哇，又是游戏机，就不能换个位置藏吗？我们来到了十一天。哎，游戏机在这儿，妈妈在这儿。我去隔壁看一下。哇哦，是间浴室。我是不是能在这冲个澡？我被淋湿了。那你那个窗子有用吗？不行，得这个喷头。哦，拿起来了。再那么一喷，我家要积水了。一道彩虹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可以顺着这个彩虹爬过去是吗？哦，妈呀，这个彩虹居然是实体，真是出了鬼了。得一跳。哎，这不是我妹吗？不是，你养大象干什么呀？啊，我能摸它吗？咦，戳它眼睛不行。到这边来看一下。哇，打大象屁股。哎，也没什么反应啊。呜、哦，一颗气球。难道是要用大象吹它？哦呦，越吹越大。不会炸吧？一会儿我怎么炸成了个妈的？给我妹自己吹。不，怎么这么粗鲁的呀？啊，直接砸过去了。哎，那没辙了呀。难道要大象放个屁？不是啊，他吹了没有？哦，我把它拿下来了。哦，然后放地上。哇，来，我的妹妹，这是你的健身球，好吗？哎，我能不能踢一脚？仿佛不行。哇，游戏机在抽屉里十三天。哇哦，这是个什么？里面锁着什么千年僵尸吗？啊，还拿个大金锁，我天。哎，等会儿，这个面具，据我的经验，绝对不能给爷爷戴，戴了就疯了，好吗？不是，这里有个窗帘儿，拉开之后一扇窗，这云可以点的呀。我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点一下试试看。不是，妈妈，妈妈你怎么上天了呢？他在天上看着我。我觉得这里还有别的东西飘过来了哈。妈妈，你头快走，快走，好吗？嗯，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应该绳子吗？哦，这蛇！我天哪！为什么会有蛇在天上飘？这次咱们有经验了哈，妈妈的头不点，这股蛇也不点。我们接着等这个云飘过去。哎，这个云没反应。哦，一把钥匙！哇哇哇，真云钥匙啊！哈哈哈！哎呦，开了呀！拿到游戏机。哦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十四天。哇，这是要抓我吗？我偏不上钩。哎，我们到这边来。哇，这是泡蛇酒吗？那这是啥？妈妈酒是吗？我天！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呜、哦，一把小刀片！啊哈，绳子断了吧？抓不了我了吧？可厉呀、啊！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关。哎呀，这游戏机放的挺高啊，够不着。肯定有方法的，比如说一个梯子。呀，妈妈灯！我的天哪 ，Mother Light！ 这个蹦蹦床，哈，想必是要蹦上去吧？哎，你看我这，哦，我要一直点的是吗？喂，哦，马上就要拿到了，哎嘿，还差一点，一个头，我、哦、拿到了，拿到，不是大哥拿呀，我都跳过了，大哥，难道我自己点的吗？呜、哦、呼，果然如此，哈、啊、哈，过关。行，那北京人闹去吧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呢，那记得点个关注、按个赞或者分享之类的哈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